生听了。哦，好，吃了吼，好，嗯，好听不听？不用了。好，慢。对啊。这封信是要写给我最敬爱的先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封批是要写给我上敬爱的先锋，我的本名是廖宏杰，大头。外号叫大头啊！进前伫中山呢的相片中，就已经知影帅帅是一个真帅真。懂我？懂我？多么的帅气啦！啊，也再讲讲你吗？嗯。啊，那我要讲个屁讲哦。每次尴尬落来，总是人家大家哈哈大笑。虽然帅帅如此。到底我一句我听不清楚，等。每次。已经知影帅帅是真帅，真帅气。真硬。真帅气嘛！之前在张先台的影片就已经知道帅帅是多么的帅气啦！啊，我根本没公平菜。每次尴尬落来，总是人家大家哈哈大笑。虽然帅帅如此的时髦啦，什么微信啦？你个什么呢？我小朋友我哪什么？微信，还讲微信，哎，但是凡事也是一流的啦。让我对帅帅上深的印象，就是进前有一次帮会长减肥的那段影片中，帅帅真大方，甲家己的珠珠借予会长白丽英戴上。在那位男性赚钱的比较紧吗？赚钱的比较紧吗？赚钱的比较紧吗？国语会不会比较快？不用的，慢慢念嘛。在那位男性大班会长帮白鹤甲帅帅禀报 OK 的时阵，帅帅也真欢喜讲：“哦，不是我。”嘿，唔是白，嘿是女嘞，你主动来嘛，讲 OK。啊，是。嘿，讲爸，对，伊咧讲爸，讲嘿对。啊，就是这段，当会长减肥的影片，互我笑了，笑开了。下摆有机会到天圣宫，我一定请帅帅再一次。另外，我也有会记帅帅的感言。祖先幽灵爱记起，愿做小苗救世主，救世啦！救不做孤等花轿心，本宫专求众生嘿，众生嘿，将离离苦不见疆。当作看到这几句感言，予我愈相信天圣宫众神的宏愿是如此的伟大。刷下来是要写予辛苦的阿明师傅。看到新的影片，我也深深的佩服师傅。你是一个酒量佮度量同款好的禅师，每次办事拢一笔一画，把信徒的问题交代清楚。伫遮小信徒，我要予你一万的赞赞啦！是吧？我说听，我说你叫赞嘿，赞啦 ，OK 啦，开始报课咧，按个赞嘿啦，哎啦。希望先呢收到，会当帮我转达吼，师傅甲帅帅。赞姐，你讲一个就怎样？收到。好，嗯，行。好，大嘞。嗯，好，大嘞。大嘞，好，大嘞。